他觉得我很酷啊。啊，这一首歌曲啊，也是我们自己创作曲，然后它叫《不是小三》啊，不是小三，啊，不是国小三年级，啊，这梗真老梗啊。小三，小学三年级，小三不是，啊，因为我曾经当过小三嘛，嗯，往事不堪回首，嗯，好，就是写这首歌曲，然后那时候在当兵，然后站哨的时候写的，不是小三。Thank you.
说我的老师，你的吉他。谢谢。好，回到我们的粉丝专业选，对啊，好，我们可以去我们的粉丝专业面点个赞，太阳下山。然后我自己本身有自己的，哎，现在真的厉害啊，粉丝专业啦。我叫伟涵，外面真的看个黑板看到，对啊，你去搜寻一下，帮我加个油，我会跟你们一起喝一杯的，大哥，我到了，谢谢。